What? Israel! Israel! Israel!人赃并获，说哪个系的？跟我们去保卫科。不是，阿姨，那个四郎不是他，我刚刚看见那个四郎，他戴着口罩，而且他裤子也不一样的。不是他，戴着帽子，拿着袋子，就这么一大个。哎，那个，阿姨这样，真的不是他，我亲眼看见那个四郎把袋子递给他的，而且我们俩刚才在散步，我们要一起去吃饭来着，是吗？谁跟你吃饭散步？阿姨，我跟这人不是特别熟。你说你身为法学院的学生，知法犯法，作伪证，像你这样的袒护我可不需要。还有，你说你大晚上拿一个扫把，啊，你去吃饭散步，谁信啊？朋友，现在不是装正义的时候。那你就是承认你自己偷内衣喽？不是我，我像是偷内衣的人吗？长得？那真正偷内衣的人从哪儿去了？哦，我知道。哎呀，你这刚脱完内衣就过来做炸鸡，手洗没洗啊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一直在店里，哪也没去。嗯，行，那我提醒你一句啊，你那个胳膊的衣服这样盖着，你胳膊很容易发炎的。不承认没关系，一会儿反正警察来了，扫把上的皮肤组织跟你的一对比就行了。再说了，你自己床上藏着什么东西，应该不用我提醒你吧？别动！不是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？我当然知道了。11年前是我陪钱川一起做的笔录，他怎么偷的，怎么逃的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还钱川没进国家队的罪魁祸首，他化成灰我也能记得他。你是预言家？大头，赶紧去！走！走！还这么快，上班吧，上班吧，不是件小事啊，这里，小事，这里。现在没有直播，要不就转飞了呀。少，我的美好人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算了，只要不让钱川和小新相遇，应该还是改变了历史。我带你去医务室。